边不一样的你做一条线。后学，也是方球，后学嘞，刚刚断点，的话，后学就那周元进、周凯珍，来中间班，你一直那嘞，他后面来，我不那哈，他三岁半，啊，我那三个嘞周元进嘞，他这个是五岁半。一个教育班，啊，一个中班，啊，伊个后学呢，是细汉，就是这个新竹的家庭大汉，后学就从细汉从细汉的时阵，啊，未读册时阵，就拢存在，因为后学爸爸吼是有负担，啊，细汉的时阵，我爸爸吼就拢叫我吼，安尼，那恁爸阿姐娘，啊，伊就。叫我讲，叫啊，你坐车，你回家，啊，况且就是细汉的时阵就是，记着这个，你总是描画无边，何必将心忏悔无能，改造自己空无牵挂，三宝所。所以讲，况且是细汉的时阵，是阿叔唔捌的时阵，啊，就拢会记咱这个是礼节，啊，所以况且吼。当我做阿嬷的时阵吼，啊，我把阮的孙仔带去迄个做修道，啊，修道了，伊渐渐大汉，啊，咱做啊迄个，咱有读经班，啊，我就是讲，要把咱的孙仔吼，安尼来播种一粒爱的种子，可以伫伊的心中内底安尼萌芽，啊，伊就有正一个正因，后日啊，伊就会。安尼，反馈虽然讲，咱祖先唔知啥物意思，吼、哦，像三字经啦，也是正字规啦，吼、哦，也是像即马咧《论语》，吼，啊，甲《中庸》，《论语》《中庸》正小朋友，他，伊嘛是拢听咧尔，伊嘛拢唔知啥意思。可是呢，你家己播种这个爱的种子，伊伫伊的心中，伊会慢慢发芽，啊，大汉起来。伊就会现金，伊个现金就会真重。后学吼，自细汉的时阵，伫新庄的家庭，阮爸爸就拢负责甲我带入去这个学堂，安尼。啊，若有班，啊就带我。啊，迄阵我是还阁有读经班，啊，我即摆知影我有读经班吼，啊，我即阵啊吼，我就足欢喜的，啊，我就甲落看时间。虽然讲吼，迄、这个时间吼，迄个营养时间，我做个营养时间，不过我嘛拢共接互关起。啊，我是要希望讲，我个囡仔吼，会当潜移默化，啊会当来受讲个考验，啊会当互伊个自信心，安尼会当转起来，啊会当予伊即个前进。最主要就是爱，最爱互伊。后日啊，伊就会行正路，会做好代志，袂去行歹路安尼。啊，后学吼，因为也无准备，所以讲也无啥物道理通甲大家讲。啊，是讲吼，咱大家若是讲有孙仔，也是讲有迄个亲戚朋友，吼啊，厝边头尾，若是有迄个细汉囡仔，啊，虽然讲两三岁、三四岁，有做像凉凉安尼。三会行尔，伊嘛是啊，咱甲人互相互相欢喜甲，安尼，啊，迄就是迄常常就是迄个，用命一个孙仔，啊，正啊，搁手面好诶时阵，就拢是拄，大腹肚就是拄上班，啊，甲吼，安尼会行，哦，安尼，读经读甲大欢喜，啊，其实伊读伊嘛拢毋知啥物意思，不过伊大汉起，伊就会当，伊就知影啥物意思。啊，就会当知影讲有后学讲，迄个伊讲，比如说素描啊，路边好比较，那个时候我几乎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啊，搁大汉起，自然就会再不了解。啊，最重要就是讲，咱的孙仔，咱甲咱的囡仔，播种一粒爱的种子，啊，互伊名扬，爱的潜移默化，啊，这就是有讲的方言。
安尼吼，大汉起来，伊就会当做一个真好个啦，真正派个啦，啊，就袂去做歹人，安尼。以上就是好学，甲大家分享。好，真正是一个吼破格的怪兽，吼，感谢咱阿娇大姐来跟咱分享。哦，后续呢是这个儿童补习班，看到囡仔伫咧读经，哦，我感觉讲有够好滋的，真正是一个小菩萨。吼，看到囡仔伫咧读经，各位先生在咱遮读经有偌好。本来会当互咱增加咱的记忆力，吼、哦，就是咱加强咱的记忆力。而且哦，囡仔吼读经是愈读会愈安那，愈巧哦。吼、哦，而且吼、哦、会愈来愈会当知影通定落来，知影通定落来。吼、哦，所以讲读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的哦。咱是以后阿孙呢，咱一定爱鼓励这个阿孙呢。来读经，好，数学里这个儿童读经班吼，曾经是杰强的妈妈分享，吼，来因为咱圣诞节咱有晚会，啊有一个妈妈伊讲，她就很踊跃，伊出来分享，伊讲吼，伊的大囝是已经读高中的啊，啊伊是细汉的时阵，伊陪伊的大汉囝吼，来咱分堂参加儿童读经班。你刚刚说这个囡仔好是不乖，吼、哦，咱小人讲来在沟通儿。但是呢，你把咱爱上佛堂，来一家读经了后，伊讲这个囡仔是180度的转变，变啊真乖，真捌代志，吼、哦。到尾啊，来国小去参加咱吼德育三专的这个夏令营、国小营，国中的时候去参加国中营。啊，起码哦，这个细汉囡仔，这个细汉的起码是同款，上礼拜拢会带伊的后生来儿童读经班。为什么伊会做？讲是细汉的大汉的来读儿童读经班，细汉的佫会想要来带伊来儿童读经班，因为伊有看到伊的囡仔是儿童读经班的成就。啊，所以讲哦。伊讲吼，咱佛堂办这个儿童读经班，不但会当互囡仔静下落来，而且佫会当互囡仔变乖，而且变好。所以各位亲戚，咱厝里内有阿叔呢，咱是不是爱鼓励咱的阿叔呢来儿童读经班？嗯。好像像咱头头讲吼，好汉吼，你做阿妈呢？嗯。哦，我拍电话去耶。好，那好在到尾唔够讲吼，阿叔咧拿出来吼，那以后呐出来吼，恐怕要怀来儿童读经班。嗯。因为吼，恐怕看到遐老师，遐是那用心伫个教遐囡仔，吼，阿叔看到咱阿叔组长是儿童读经班，不是咱学生尔，都有用心参加。哦，真呐，这个是对的啊，所以恐怕刚出现遐儿童读经班，遐是咱好。哦，不是咱大人爱受教育尔，囡仔嘛是爱受教育。所以讲哦，咱厝里话阿叔呢，咱爱鼓励出来儿童读经班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哦，好。或许要搁请咱一位前辈进来分享伊伫儿童读经班的成果。好，咱请那位前辈。好，各位先掌声鼓励。